我跟林墨的问题不是互相没有确认感情，而是确认不知道怎么走下去。你不会想放弃了吧？那你现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你真打算放弃高山了？有的时候我在想，不是他要刻意隐藏，而是我真的跟不上他的步伐。高山，隐蔽的。林墨不见了，高三，林墨连招呼都没打就从医院离开了。你说高山会不会来？我以你的名义试着给他发一条信息，没想到高山比我还绝情。高明，你看了吗？有种你杀了我！小心！